2011年哈，我们当时呢就把旧图书馆啊120平的场馆呢啊搬到这边的旧鱼市场啊，这个所在呢将近占平数720平啊，当时呢就开始啊一草一木的啊慢慢的取得部分的经费，它的底下给它活化起来。活化起来了，第二年这些业主啊，当时就认为我们有活化成功的案例跟机会了，啊，所以他们有特别啊来给我们认证表扬啊。啊，在第三年之后呢，我们就扩大啊内部的设施的一个更新，啊更新之后呢，也加强内部的设备啊，同时呢啊让我们的营业时间和服务时间呢延长。从早上8点一直延长到下午8点啊，也期待这名朋友啊，较早来咱图书馆啊，享受这么美。